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于马来西亚沙略米都鲁开智中学的吴月凯，现在我就读于台湾民传大学的海信用配班，今年是二年级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厨房。我们的厨房有非常专业的设备，比如说我们的发酵箱、脚架、烤箱、搅拌缸、料、高筋、低筋、细砂糖、糖粉以及我们的台面，由大理石制作而成，可以方便我们调以大理石调温法调温巧克力、擀面机、制冰器、冰箱。那像这些是我们的蒸锅机。以下就是我为大家所介绍的厨房，谢谢。那么就让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所练习的白做巧克力花。我们完成了今天的白做巧克力花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云川大学31期海庆班数位媒体设计系的陆继辉，我来自民都鲁开智中学。Okay, 我们设计学院有电脑教室、摄影棚、音乐教室，还有属于我们海青班的海青工作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民传大学海。走开啦！不好意思啊，我看你们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民传大学31期海外金融技术班数位媒体设计科的林张翔。我是来自 SMK 班大兵，然后数位媒体设计系呢，主要学习的是，走开，数位媒体设计系的主要学习的就是 3D 啊、2D 啊，还有一些影片剪接啊、网页啊、素描啊之类的。我们都是住在民传大学的校外宿舍台信，台信宿舍附近呢有很多 7-11 啊，然后一些吃饭的地方啊。所以而且 7-11 离我们的宿舍也很近，然后晚上要吃宵夜也可以到附近的鸡排店啊 7-11 吃。还有我们的宿舍的网速也很快，你要上网看一些教学啊都可以，都很方便。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室可以给我们平常那些组作业啊、开会啊，就是我们也是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可以给我们做功课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第30期海青班数媒系的黄伟杰，现在目前差大。来读海青班的话，好处可以说是，学费省了2年这样。这一点可以请玉萍老师跟你们解释。哦，民传大学是亚洲第一所美国认证的大学，而且师长们对我们非常照顾，就比如说。前几天去宜兰玩，还有大马同学会，还有乔副主会带你们出去，就是像乔副主会带我们到垦丁啊，还有台中玩这样。除此之外，民传大学的设备也算不错，在台湾的学校都有排上前几名。当然想成功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啦。新生们快点加入民传大学的海青班的大家庭，等你。